诸葛亮迷信神茶抗癌，李东学对林心如没 feel。现在我要做东坡肉。诸葛亮跟李东学今天为宣传贺岁片大喜临门 PK 做年菜。你们看年菜，丰盛食材，阖家团聚围在桌旁乐开怀。看年菜，丰盛食材。他是大陆的，我是台湾，是香港的。那你现在是来台湾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这对的，这对的，这对的。啊，诸葛亮怎么跟电影里面一样，都靠恶势力赢哈？嫁给我好吗？我不没有你嫁啦，那是不。你爱的，我也讲不会听。石头布。来自中国的李东学在片中为了娶台湾媳妇林心如吃尽准丈人苦头，虽然两人都成了好朋友，李东学还向诸葛亮学台语。我知道三百亿你说了爱观听秀。片中李东学跟林心如第一场戏就天雷勾动地火，这戏外发展也精彩可期吧。心如不是你的菜吗？菜，嗯，菜是你的肉包啊。心如大家在一起合作很默契了，也非常好。你没有回答林心如是不是你的菜啊？啊，她，我觉得她应该是女神吧，上下都可以的女神，我觉得。哎，对，上下就是老少啊。假如真的有是最棒了，心如、哦、对不对？戏里边已经有了嘛，戏里边我觉得已经很戏、哦、外就没有。对 ，OK， 这话题没搞头，改来关心朱大哥的大肠癌，他不敢就医开刀，转而求宗教信仰，相信只要担任板桥镇发公主委就能得到神助。第一任呢、啊、有五颗癌，但是那个神明叫他慢一点看，你帮忙我，我帮忙你，八个以后他才去开，一开起来，哎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癌没了。神明呢说你助我，我会助你。他那个神里面带了一条项链，那个七筒啊，就去拔一颗，就用碗把它弄脆掉，叫我配茶喝下去。他想战胜癌症，最主要原因是帮助女儿谢晶晶闯荡歌坛。那你有没有再去检查你的指数？我没有，我不敢去检查，我怕检查说。多几公分还是怎么样？苹果让爱谢晶晶赶快去见你老爸啦！报道。